这还真有一门哎。老胡，快点啊！走。这地下黑咕隆咚的，什么呀？这都是。想不到献王居然在崇古修了这么大的一个殉葬坑。殉葬坑？那底下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陪葬的呀？我说要怎么做好东西呢？哎，老胡，你说这里随便拿出一样来，是不是都能换一进口小吉普啊？胖子，临出了钱，咱们可有言在先。我知道。我也就这么一说啊，就活动活动心眼儿。哎，你别忘了，咱是有原则的人。就这些。为了他一个人，大兴土木，劳民伤财，到头来还不是一具枯骨。说啊，这古滇国就这么一南疆小国，也顶多就咱县级市这么大。那县王呢，也顶多就是一县级干部。哎，你说，就这么一干部，搞这么大一排场，太奢侈了啊！你们这都是拿现代的人的眼光看历史。古代这就是一种王权的象征。如果这些皇帝都有咱们现在的觉悟，那估计早就没有摸金校尉这一行。也对。这个地方又湿又潮啊，八成是有地下暗河。这个献王怎么说也是一个懂风水的，为什么会选这么个地方呢？